敬请收看大师东北虎点秋香。今嘛嘛唔知到底讲了安怎样，咱卖阁细细念无？啊，到底安怎？我知，一定是因阿娘咧动，换我来找因阿爹，是因阿爹亲嘴答应要甲秋香嫁予你的呢，哪会知安尼讲话反起反倒啦？唔免啦，是我甲秋香无缘。你从哪里要放弃？对啦，老师，我从阿娘甲华母拢对不起你，要拆散你甲秋香，啊，不过老师你放心。我有绝对站在你这边，我求阮阿爹成全你甲秋香，啊若无哦，我从外屋这个下来，我嘛不爱做啊。唔通义气，我问过秋香，你无通逼伊，是我无路，我都会安定幸福的日子。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未来款。老师，秋香真正安尼讲哦。你唔通怪，做华府的小奶奶，总比做阮东家媳妇来好真多。因的婚，我恐惊无法度参加，但麻烦你替我甲因照顾。过好日子，来反背老师，要嫁给我的小弟啊！你家己讲，你阿你敢对得起老师？你唔讲话，我阿你讲哦，你即摆也唔是华府的小奶奶哦，你甲我家己讲话。小杨，我真希望再不去找工作，我欠你的温情，我后世人会还你的。老师真是人哦，那是用你气到伤心死去哦，好死人，就算气死十摆，咱也伊都无够啦。我以后，我袂舍你花我的心爱兄弟，啊，还有你，我绝对袂舍你，你就是我的死弟夫啊。小杨，我是这样有错，我求你，这当怕我麻烦，你当怪起小杨啦。我也是爱当姐妹，你管？秋香不干啦，不干。小杨跟小杨，那为着我来冤家，小杨的罪过，愈来愈重。那呢，我是变作个债主，跟不能交代啦。想拿你家己的罪过去当？无语哦，我拢甲你当作我的亲生话啊，想袂到你，想袂到你是一个用我真心爱慕伊的人。你是我前妻叔叔，
我就是我有你钱，我就是我有你钱，我就是。你吵什么呀？是气氛，所讲遐个话，拢是伊真心话。你是王刚的心肝头知影。阿娘，我是足生气的，我唔对。阿哥，我讲那是心内话。伊哦，你要自家做来还我媳妇啦，他讲伊。许芳啊，叫你的小弟以后都是家己的人，不准你讲穿话。阿娘，阿爹，你哦。如果恁恁老囡仔要欺负老师啊，我就是看袂过去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信任我母就是我的小弟，啊，还有伊。我要信任伊就是我母的小奶奶，就是我的爹母啊。小友啊！小友，你跟兄弟啊斗阵大汉，你应该了解华文的个性。气气的，都无代志啦，不要原谅。秋阳，袂怪罪大少爷，我太希望大少爷甲二少爷，再因为我来冤家啦。秋阳，你就是这尼啊善良，到这个地步啊，你搁万项代志拢去替别人设想，你放心。你的代志有太叔为你做主，你安安心心做咱华府的小奶奶，你知影吼？大哥，大哥，阿妈，我奶奶回来了。爹，我奶奶回来了。妮妮呀，奶奶，阿妈跟你讲，你的心情哦，都要想较开咧啦。代志吼，唔是参像你想的吼，讲无法度挽救的地步。啊，你唔通安尼呢？安尼继续落去，若阁病倒，看要安怎？你拢知影这件代志啊？相公，阮后头厝无接到花虎的喜帖，大家拢感觉足意外。花太叔敢是答应讲要甲秋香嫁乎你，啊，奈阁改变心意，甲秋香嫁予花虎嘞？其实这无什么啦，秋香跟华母是签媒人嘛，因才是上适合的一对。无喏，阿兄，你甲秋香姑娘两下子恩爱着，秋香姑娘应该叫你唔才对。这拢是阿爹的，一定是华夫人还搁在怨恨我。你逼秋香啊嫁予华母，明的啊讲是要拆散你甲秋香。其实啊。伊真正目的，是要报复我当年不顾离别。嫌佫无要紧，林子啊，阿爹无论安怎，一定会去华府啊，向华夫人赔罪。就算讲跪落家己磕头啊，我嘛要要求伊啊，成全你甲秋香。多谢你这么爱护我。其实我去华府，秋香无亲嘴跟我讲，是心甘情愿要嫁予华母，华夫人便要逼伊，是我甲秋香无缘，这拢免强求，这拢是命啦。阿爹，这件代志以后莫再讲啊。金孙的啊，唔是啊。秋香，甲文丽的婚事是欢欢喜的代志，啊，但是嘛，两个兄弟啊，见面就袂输敢那冤仇人的。这也着搁讲，一来二去，拢嘛是迄个东北虎。啊，若文丽甲武丽，因两个兄弟啊真好，拢是为着东北虎才来失和的啦。我早着甲你讲过，只要若甲东家有关系，咱拢会惹一堆的麻烦呐。文丽为东北虎来抱不平，
这我会当了解啦。要毋过母女甲秋香是要成亲的人，啊！你规日忧头革面，无甲一点仔欢喜的面相，唉，这毋知有啥物原因哦，咱拢毋知影。你哪有啥物原因呢？啊！今你袂晓看母女规工，就是安尼吵吵闹闹，反对这门的婚事。秋香甲母女，因两个敢有法度欢喜庆幸？你讲起真有道理。要毋过，我感觉其中，敢若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？哎呀，豆爷，你唔通想到遐尼啊济啦。秋香甲母女因亲嘴答应我，伊讲因两个欢欢喜喜要过一世人。啊无，敢会讲是别人举一支刀刻伫伊的颔仔骨，变两个伤分心？搁再讲，咱的喜帖拢已经送出去啊。如果咱若无办婚事，咱华府的面子到底是要放在倒位去？那这我当然知影了。所以讲，老爷安心啦，你安心哦，在你家当做阿公，也我安心，同我当做阿妈，咱同我赶紧同我抱金孙呐。足辛苦的，现在，现在你搁目睭金金，看阮两个老阿妈痛分开了。我嘛爱为我家己的将来打算，为我的后半世人。找一个好的医院，公子，只有辜负你对我的感情。不过，我已经不是一个清白的人了，你原谅我，你把我放袂记了。秋香。我无怪，我祝你幸福快乐。我是机器人哦，那是用你气到伤心死去哦，好死人，就算气死十摆，咱养伊都无够了。我以后，我袂像你花花的心爱兄弟，还佮有你。我绝对袂信你，你就是我的死地府啊！我变怎了？啊，这几天我一定先拼秋香，唔敢甲伊见面。啊，今仔日要去拜拜哦，啊，这路的我是要安怎面对伊啦？母林，后壁透早就咧戆神戆神，啊是咧想啥物代志啦？我无想啥物代志啊。母林啊，咱今仔若要去的所在，要去拜拜遐个菩萨，那尊龙非常的灵感。咱今仔难得开个口哦，大家斗阵去拜拜，也头我替你甲秋香祈福，希望你甲秋香夫妻会过了幸福美满啊。多谢阿爹甲阿娘苦心。哎，啊，他这春香是咧变啥物梦？我叫伊讲去请文丽甲秋香，啊，一请哦，请到遐尼啊久也未来，唔知咧变啥物梦？啊，人地公大师，人伫咧等人呢，啊，咱敢袂用互人等伤久是嘛？文丽啊，我看吼，文丽可能搁咧塞性地，我来看卖一下。母女，母女，等秋香若准备好，咱就要出发了，啊！母女啊，母女，大兄到底啊？
阿兄，请饮茶。阿娘，我今仔身体无爽快啦，袂用得喊你去拜拜。你身体无爽快，但我昨昏看你都好好。啊，阿婆，今日是昨昏你伫咧困的时阵，袂记你卡皮，不要紧，卡等来去请地公大师，我才麻烦伊甲你看一下病嘞吼。阿娘，我唔是受风寒啦，我去学校里去甲破病啦。我这种病吼，就算叫先生来甲我医吼，会好嘛未完全啊啦。你是在讲什么笑话？我看出来，你是挑工，伫咧刁难你的小弟。我实在真受不了。虽然是讲同辈好，伊有甲你教过册，你的感情真好，感情搁较好，敢会比家己小弟搁较好心？你今仔日为着一个外人，甲你的小弟反目成仇，我看你的心内真是有病。你今日要甲我讲什么？我今日叫你跟我去拜拜，你有敢去拜拜？你有听到无？阿娘，阮老师有甲阮教啦，啊，以后爸母听爸母的话啦。那是阿娘哦，你我要顾我这个亲生后生的命哦，坚持要叫我阿妹去拜拜哦，我当然是唔敢无去啊。你，文丽，你既然都会晓讲出来友好爸母，你想要讲伊啰款的话去惹阿娘生气嘞？阿爹，阿娘，若是讲吼，阿兄无想要去，啊，咱嘛莫再去勉强啦。免你伫遐假二岁啦，好啊啦，恁拢是亲兄弟，有啥物无爽快所在，敢袂去讲出来？啊？敢有啥物袂当化解仇恨者？你细汉的时上疼恁小弟，恁小弟若有啥物代志，拢听你的话。敢讲你就今仔日去歹做兄弟啊？是。好啦，既然若是安尼，我将家产分分的甲恁分家，甘免逐天看到恁兄弟见面都逐见面都冤，甘免安尼我甲恁阿娘看到心肝内都艰苦。老师手手香，害我吼，都唔知要来去见老师啦。啊，不过你是我上好的小弟，无论哦，你做啥物天大的错，我期望你哦，到尾我一定会原谅你的啦。不是你，我变成这个，你真正不爱我这个小弟啊！上疼死的小弟啊！唔好啊，代志唔好啊！啥代志？秋香放弃啊！秋香放弃？啊，你敢有去四处去找看？有啊，我去四处，我拢去找过，嘛去去问过，但是大家拢讲，自早起就无看到秋香啊！变哪里呢？爹娘，一定是让我昨暝甲未了收过分咯，伊离家出走啊啦！